பெல் ஐக்கன் பிரஸ் பண்ணுங்க, எம்எஸ்கே ல இருந்து லேட்டஸ்ட் அப்டேட்ஸ் மிஸ் பண்ணாதீங்க.我是演一个在马来西亚的警察，那要查一个案，就去了香港，找到郑宇去一起联手去破案这样子。可是因为碰到一个那么地道的一个香港的警察，所以跟他有很多不同的矛盾会出现。喂，老友，你跟我翻？喂，老友，我跟你讲，你做咩咧？低枪，你喺度冇执行权啊！嗱，我叫你啊！之前都一起合作过电视剧啊，或是电影啊，所以都会很相信彼此在里面加任何的东西都是必须的。当要拍那个说自己的婚礼都不能及时的到那个地方，我觉得是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，对，用生命去换来一个公正的对真相，对。我很喜欢这个电影《泄密者》，电影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完整的，也是很有戏剧性的，那演员当然也是非常好看，那希望大家都会支持我们这个电影，谢谢大家。